面国半决赛，拉开帷幕，摇摆踢馆选手，他就是刘俊，欢迎。四位者已经结束第一轮作品竞演，第二轮将由上级赛段擂主安接受挑战的舞者要用同样的一段来把舞台交给李文翰。男生好难跳吧？难跳，这音乐太难跳了吧？所有人都是一整个 dance team 来的，我觉得唯一一个他是一个人，所以我真的想把这一票投给他。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说，大家都知道我的答案，一二三，刘俊在这一轮获得了两分。那么最终呢，只有两位可以直接晋级。李文翰的票数情况，第一轮他的得票数，所以李文翰的总票数是19票，所以 Yami 的竞演顺序第三位织梦者刘俊的票数情况，19票，所以刘俊的总票数是21票，所以张海、刘俊和李文翰成功进入最后的盛典之夜。谢谢大家。Thank you.
刘迅，他就是我们最具编舞能力的明星舞者刘俊，让我们恭喜刘俊成功进入最后的盛典之夜。欢迎五位。本场竞演总票数共计28票。马上要开始终极对决之前，我们请五位发表一下对战宣言好吗？婷先来好不好？那我。对，就希望大家今晚都。面舞王，我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竞演顺序第一位是刘俊，第二位首先把舞台交给刘俊和他的舞团。有请刘俊以及他的舞团嘉禾舞社。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You've been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weat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Stealing your mind, and all that was real is left behind. Don't fight it, it's coming for you, running at you.It's only this moment, don't care what can gather. Your fever dream, can't you see you getting closer? Just surrender,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re, it's freedom, it's flying open. It's a picture in the pulpit and you're blind to potion.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t the brick of every wall. It's holding all that you know. So tell me, do you wanna go?蛮累的，因为这首歌它要表达的太激烈了，所以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哐哐大跳，很不容易。好，我们在投票之前先请文翰。首先我觉得他的控制还有他的节奏感还有他的基本功都是一流的，然后我很喜欢他的舞台。谢谢李老师。朱正平老师编的特别特别好，因为你说整个都是你自己去编的，然后在昨天的时候自己才完成了自己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下了很多的心血，然后我舞台上作为开场，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棒。谢谢朱老师。程潇，因为我们之前认识，然后他有帮我就是编过舞，然后有教过我、他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从舞者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关注过他，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跳舞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有控制力。对，
谢谢陈老师。孙静啊，这支舞真的特别喜欢，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音乐。在排练室的时候就一遍一遍的响起，我说谁呀，敢用这么大的音乐？然后今天一看真的是太燃了。然后作为开场舞来说，我觉得把我们现场的每一个观众，包括我这个热情都点燃起来了，真是大饱眼福，特别喜欢。谢谢孙老师。谢谢四位，今天开场的第一支舞确实水准非常的惊艳，非常的高，把今天整个就拉高了。对的对的 对的，一个很高的起点。好，现场的各位，如果大家喜欢刘俊的这支作品，请选择一号键。稍后来看刘俊这轮的票数情况。这第三次来了，我仍然觉得很惊艳这支舞蹈，而且我特别佩服，特别羡慕。我觉得就他的身体特别听他使唤，真的，我就觉得这个能把自己的身体控制成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谢谢老师。其实今天的作品它不单单是舞蹈，还带了一点更多的是表演。对对对，而且我听说这个刘俊老师啊，本身是一个编舞师啊，完了之后现在在跳舞，你觉得是优势多还是这个困难多？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有的导演去演戏，我觉得跟您这身份这个转换差不多。导演演戏有一什么毛病呢？也不是通病啊，比如说我十多年在麻花的舞台上导话剧，我做导演的时候有时候演员应故来不了，那我每个角色都熟啊，我就上去替去。一替呢，玛丽跟我对手的时候下台就跟我说，说哥你知道吗，你在跟我演戏的时候，你没词儿的时候，我说词儿的时候，你嘴是跟着动，就是你不能专注的去演这个角色，而是想着的都是整个舞台的事儿。您会有这个感受吗？就是沈腾老师说的，就是正好这一次我在彩排时候面临的问题，在彩排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其他老师的戏给排完了，然后我自己的我还没练上，所以一直到昨天的时候我明确自己的舞蹈动作，明确自己的表演。对啊，但是因为我认为你还是作为一个个人作品来说，他还是在给自己设计。嗯，我给一点点建议吧，就是我因为你一直要权衡我的比赛，我要跳，所以我希望你下次如果要表演的话，你应该选择一些找一个编舞师帮你来设计你的人。因为其实像声乐的话也有创作歌手，他们也唱自己的创作的歌，然后在舞蹈的时候就是我也有在站在舞台上的热情，然后也有创作的热情。这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身后的舞蹈老师他其实也是舞蹈的这个传播者，之前都是艺人戴着面具，然后但这一次我想让他们戴上这个面具，然后逐一的揭开。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其实我觉得都是蒙面舞王。对啊，而且他刚讲了，其实有很多包括你的舞团你自己的创意，但还有一个身上也是他辅佐他动作肢体语言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的武术特别的厉害，他是长拳的国际银牌。哎呦，所以他有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他是有一些舞蹈的童子功作为基础来辅助他的。长拳世界银牌，对，国际银牌，对吧？对，就是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上面，然后拿了正规比赛的国际银牌。那您还敢挑人毛病？你看，很挑刺啊。没有没有，还是学习在舞台上。除了你上次不是还就是展现的那个剑和武术之外，是不是有一个枪？被老师发现了。啊哈，今天可以看到吗？可以啊，今天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下枪术。来。请在舞枪之前把那头插紧点。来了，
看到的这个红缨枪？我看他练武术的时候，刚才我在想，如果吴京金哥也武术也能到，也能是这个程度，但他跳舞会是什么样？哇！是我觉得他挺了不起的，就但跳舞的时候，你看他看不出来是个武术武术运动员。练武术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舞蹈演员。对，哎，对，说得很好。他身体的协调，对，我觉得这还挺厉害的。是啊，是。就是最喜欢沈腾老师，然后进来看到了他的一个作品，就是《独行月球》。你可以喘完再说。最后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作品，不知道沈腾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演绎一下？就有一个简单帅气的动作。你们得让他加油，别打死我那种。其实我可以练你那个红，我不是练红枪，我可以配合你的红枪，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那个啊，你一扎一扎。沈腾老师，试一下吗？对对 ，OK， 我用后面尾巴就不用。不是，你已经弃武好多年了，今天就算了。就是简单的舞蹈动作。好，然后舞蹈动作。对，很简单。我上这边了。拉长耳朵。拉长耳朵。OK， 这我在这儿。就是双手打开。比那个金刚鼠的耳朵。两只手一起，疼不？嗯。提高警觉的时候，耳朵要眨两下。提高警觉，好萌啊！然后自己提高全面戒备，全面戒备。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点，还有？对对对，就一点点。您瞧得起我？还是你的电话绝不能接，你的电话。你的电话，绝不留级，绝不留级，绝不留级。然后就，不接不接不接。We are we are we we are we are we， 那个就是凌晨。辛苦了，辛苦了。我想原来想跟沈腾老师一起比心来着，但沈腾老师不看我。开玩笑，他远程给你比了个心，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好，再一次谢谢刘俊。好，现在刘俊这轮的票数情况，稍后来唱票。好，再一次谢谢刘俊和他的舞团。按照进演的顺序，舞蹈的编排、队形的变化，赛了，然后。刚刚就是觉得真的是每一个都特别特别厉害，特别有压力。之前我一直有在关注老师们的赛事，然后就很开心可以在现场看到老师们的表演。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个人其实很喜欢看双人舞的编排，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之间虽然没有那一根线在，但是就感觉一直有那个羁绊在牵挂着彼此。然后像这一支舞里面，就是你们尽管被人群冲散在各个角落，即使不看对方，心里也牵挂着彼此的那一股默契，对，真的特别美。一到变装，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一个完全特别替陈老师感到开心，因为其实之前有跟陈老师探讨过，就是在肢体动作上的那个独特性，因为陈老师之前他的优势是就是身体的柔韧度，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把所有动作感觉像把脊椎抽掉，然后我感觉我在现在我看到了，然后就看到了属于你自己独特表演方式。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就是还记得刚刚有一个前手翻的动作，就是会做前手翻的人应该都知道，你正常落地你的膝盖会正面朝前，然后但是陈老师他刚刚是在角色里面的，他的脚是内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人穿一件旗袍前手翻可以有这个速度的，然后可以让你保持优雅，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对对对，因为旗袍前手翻太难了，真的特别优秀。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个编排真的是特别的棒，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编舞，就是要用到道具这个东西我其实是特别不敢用的，因为你如果用起来的话，你没用好它就特别的累赘，但是你用好的话它就会特别的加分。但刚刚的表演真的特别的出彩，谢谢谢谢刘老师。来吧，威严的拉个票。我特别佩服朱老师，就是
的勇气，然后其实是有三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知道这是双人舞，它其实很难，你需要每一天去磨合，就跟两块拼图，你得把它贴在一起严丝无缝，而且这个拼图它是随时会变形的拼图。对，然后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还能就是配合的那么的好，我觉得真的是很惊讶。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刚刚方老师说到的戏曲，就是戏曲它跟别的舞种不一样，就是跟古典舞它也是不一样的，戏曲有自己的一个编排的逻辑，它有 一套自己的表演方式。然后就是朱老师敢选择戏曲这样的那个音乐形式去做这个编排，真的是很有勇气去做这个挑战。谢谢。因为难受是难受在这个韵它很难受，要跟自己的舞蹈混在一起，非常难受。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这一点是我绝对做不到的，我一般会选择一些我真正有生活经历的一些题材，然后甚至是话题去演这个角色，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了的话，那我有这个信念，我有这个支撑点去演这个角色。然后但是像霸王跟虞姬这两个角色，他在很久远的历史，就是我觉得就是朱老师跟张老师可以找到这个角色的这个支撑点去把它演绎出来，还演绎的那么的好，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很佩服你们的这个勇气。因为之前就是我做编排什么特别看重意义，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上台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很沉重的内容，但是刚刚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很简单很轻松很欢快的一个舞台。然后就让我短暂的忘却了烦恼，然后我觉得就因为有了你们的舞台，今天就是这个落点落得非常的完美。因为其实今天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刘俊得票情况是21票，第二位第一同样，我们请沈腾老师为我们的上台前能完成完美的舞蹈作品，在幕后同样有丰富的创意编排了无数的优秀作品，他就是我们抖音蒙面舞王最具编舞能力的明星舞者刘俊。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的席台为我们坐镇蒙面舞，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包括台上的各位，是他们用热情、专业和执着点亮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明星舞者的光临，所有的来的三年期间当中给我们节目呐喊过的，谢谢，谢谢。